新年好啊，这个是新年特辑的最后一集，是我跟我的妈妈，我要帮妈妈化妆，我要把我妈妈变成我小时候记忆中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妈妈，虽然说妈妈现在也非常漂亮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会先弄她的头发发型。好难听啊。我小时候我妈妈头发非常长，都到腰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特别长。你看现在也很长，妈妈终于把头发留长了，她之前是短头发来的。怎么长的头发？对啊，这么长的头发，好长的头发。漂亮。漂亮吗？我妈妈头发也超多，我头发也很多。我小时候记得我妈特别，我特别喜欢我妈穿旗袍，我觉得我妈穿旗袍特别好看。好了，眉毛大概的形状修好了之后呢，然后就帮妈妈修剪一下。好，这个准备好之后呢，就开要帮妈妈做打底。因为我妈妈皮肤跟我皮肤一样，有点黑黑的，所以我们两个的粉底可以一块用。你看，就是天然黑，懂吗？天然的小麦色。Right? My mom's skin is same dark as I do. Yeah, so it's perfect, right? Very good, very very easy then. So it's like a same color. Damn, it's good.然后可以，因为我妈的肤色跟我一样很深，所以就刚刚好可以跟我共用同一个粉底。所以我帮妈妈的眉毛修有一点点眉峰，会看起来会这个眼睛的位置会比较往上提拉一点。妈妈好看，我没有把我妈妈的眉毛修得特别细了，因为我妈本身的眉毛就很好看，我只是想要修得整齐一点，形状比较明显一点。
然后我不打算跟妈妈画非常夸张的那个眼影啊，然后我想让妈妈今天有一个比较裸妆的，就是比较自然气色好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会轻轻的扫在妈妈整一个眼窝的位置，就沾了一点点，我没有沾太多，看一下区别，这边已经明显，就是这边已经明显比较深一点了。不要睁开眼睛啊，妈妈！你不要笑啊！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。然后呢，用刚刚同样的颜色，因为我妈妈年轻的时候纹过那个眼线，就是她已经有天然的眼线了，我就不需要把她眼线再画一下。看看上面。也就是说我妈妈自然自带眼线，你看我妈妈是自带眼线型的，根本不需要我去操心。然后我沾一点点黑色，一点点就好，然后看看下面，然后把眼睛这里抬起来，眼皮抬起来，在眼尾的位置，因为妈妈这个眼皮这个位置已经折进去了嘛，所以她需要一点点黑的效果。来，里面看一下，就让眼睛稍微大一点点。妈妈一直不笑啊，香槟金的这个颜色，一点点，然后带一点点这个亮亮的白色，粉白色，点在眼头。光芒胜过夜晚繁星，我为你翻身，就让妈妈的眼睛打开一点，却无心看风景，把颜色混在一块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睁开眼睛，睁开眼睛。然后用一点点腮红，让妈妈气色看起来好。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。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一个位置，然后把刷子剩余一点点的，用化妆的手段打玻尿酸，哎，不是玻尿酸，就是让她的苹果肌变得丰盈一点。妈妈笑一下，笑，那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妈妈笑起来，妈妈笑起来之后呢，这里不是苹果肌吗？然后我就会把那个高光打在她苹果肌这里的位置，就是个三角区，就让她看起来像是就是那个就更饱满一点的上角，就不会打在颧骨这个位置了，高光就不打在颧骨这个位置了，因为妈妈的颧骨已经很高了，也很亮了，所以最后只是需要带到一点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一点点高光，然后轻轻的帮妈妈打下修容，就是提拉到耳后，就把修容的颜色打到耳朵上面来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在把头发拆下来之前呢，我先练、okay. 然后把头发拆下来之前把妈妈头发定个型，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妈妈把头发盘起来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盘的头发是这样的，后面是光的往上，然后这里面像卷的像花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个年代时兴这样的一些盘的一个头发，把头发盘得好好的，然后穿个
穿个旗袍然后就出门了，特别好看。然后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妈妈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的样子，现在妈妈也很漂亮。这个就是我妈妈最后的造型，有没有觉得很有钱？看起来是个很有钱的妈妈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好看啊，我觉得妈妈应该多这样穿一点，是不是妈妈？是吧？是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好看吗？那我们拍张照片。来好，妈妈喜欢吗？喜欢吗、嗯、好看吗？好看就很适合过年，有没有？是，这就很适合那种、哎、对对对，过年的那种氛围，就是过年妆。这个是我帮妈妈撸的过年妆，就是那种啊，就坐在家里面烤火，然后等着那小孩子过来拜年。然后那个小孩子来了之后，一手一个那个红包，发红包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那种什么。那种大宅门里面那种大太太啊什么的那种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新年的特别专辑里的最后一集。好啦，那我们快说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